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。一心感恩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，感恩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，感恩台湾祖师，感恩药师金母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地藏王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，我们大家一心感恩行三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唯心圣教，各位贤士、讲师、法师及唯心圣教幻贝学院啊，严嵩院长啊，唯心圣教规划院严长院长啊，维新圣教学院陈立月院长及各位诵经师、易经大学法师、和会大众们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在元月二日，王禅老祖开示，本维新圣教是为国修道，为人类祈福的一个上圣法门，所以开示我们二二龙抬头，就是要啊依法了，依教奉行啊，在仙佛寺深喊六天，恭送五百尊者如来啊，印心觉明光降禅机山仙佛寺极乐殿。五百尊者是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派来世间的大护法，五百尊者即是五百罗汉，够守地球五百月，而守护着整个地球的平安啊，所以在我以七十一年接到这个法旨天命以后，一直迟迟没有去落实，
所以在元月十五日啊，月历现前哦，所以我就一场大病进入医院就医。在二月二日龙抬头啊，要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啊，邀请奉请恭请五百尊者啊，圣灵归极乐寺极乐殿，开始要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，所以二月二龙抬头，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名言真言。二月二龙抬头是唤醒每一位天人的荣幸，所以我就请圆宗禅师院长啊，在鸠摩寺极乐殿啊，以所有的博士班五十五位的法师们啊，恭送混莲禅师报告，混莲印经五百尊者他的心印心绝明。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台湾祖师的慈悲，诸佛菩萨的慈悲，帮我邀请了五百尊者的本尊圣灵光降台湾，维新圣教总本山宣佛寺，开始依法修行，共转法轮，目的是为世界和平。世界和平要从台湾的平安为基础，台湾不平安，世界必乱；台湾不和谐，世界也就跟着乱。尤其两岸三族儿女就会起冲突，这个不是人类所希望会发生的，因为每一位都有荣幸，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荣幸，只要顿悟荣幸印心绝明的时候，大爱就会发露了啊。再加上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啊，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依照王禅老祖开示，深谈祈福，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一经来供养啊。再加上己亥年的水陆大法会啊，加上啊，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共同诵经1319万部啊的功德，乃回向名扬两界
啊，都能心开意觉，意觉，我们都做到了。那今天早上，圆寮法师向我报告说：“师父啊，弥勒菩萨前面那一棵树突然间发火了。”我说：“周天火，我知道了。”啊，所以我去看了忏悔。我们好几坛在这里法会，弥勒菩萨的圣位，我们的供养都忽略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弥勒菩萨就是未来理想世界，天下一家亲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战争的世界。所以弥勒菩萨、弥勒佛也光降了，来为我们加持，来看我们怎么做。所以我很惭愧又很忏悔啊，忽略了弥勒菩萨的圣位，而没有供养。还好弥勒菩萨的慈悲告诉我们，这坛法会啊，将要经宝维新圣教三十一经的供养以外，今天下午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宗禅师与所有诵经法师，还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义工们啊，用心来供养，生活一供养，来施食瑜伽宴口，普度三界万灵，来时机，去时宝，啊，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，啊，共转天下一家亲的法轮。所以我悟了，领受了，啊，向弥勒菩萨、诸佛菩萨感恩。尤其我们在南天门这里，啊，大开瑜伽宴口施食法宴来供养，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，化解干戈息战争。意愿人心相疼爱，同祈世界永和平，意为本愿，祝福各位。圣教，所有贤士同修、法师、讲师，啊，及各位准讲师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本圣教是为国修道、为人类来祈福的法门。所以在过去36年来，啊，依照
王禅老祖所开示的，就是要为国修道，为人类祈福。每一个时刻都在变，地球在自转与公转，生灭灭生，成住坏空，一直在变化无穷。但是我们的灵性是永恒不变，如如不动的啊，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性会有天灾，会有人祸，会有天瘟，五谷不丰也不登，人类造成饥饿就会发生战争啊，造成我们每一位如来活菩萨天神来到世间啊，碰到这一些劫难啊，所以王禅老祖慈悲，台湾祖师慈悲啊，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慈悲啊，就是要为众生解冤释结，消灾化解，让每一位天神、活菩萨来到世间可以安心的修行，所以才有啊宇宙大神王禅老祖光降台湾净土啊，依宗教的法仪转法轮啊，为什么不以学术的法仪来转法轮？学术的法轮已经过去啊，现在务必以宗教的法轮圣法转这个法轮，让世界能和平，天下能太平。所以本维新正教36年来啊，一一遵照法旨而圆满了99件的为众生祈福、为世界人类祈福的功德天啊，这个是要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才能够圆满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在我们今年啊，走到第37年的岁月啊，要更为地球人类的安危来修法啊，修法的方式有宗教和学术相互融为一，学术成就宗教，宗教包容学术，就等于太极的一阴一阳，这样才能完完全全的圆满。而且现在已经走到以宗教法仪才能够圆满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啊，世界才能和平。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、台湾祖师的慈悲、诸佛菩萨的慈悲，从闰序年民国71年7月24日开启蓝天之后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，到现在来法轮一直长转
所以在36年过去了，啊，王禅老祖的慈悲，带领维新圣教的贤士同学们，大家一起在台湾净土会心会灵，啊，那么会主灵、会佛、会菩萨、会众生，啊，这个宗教的法仪，在维新圣教诞生之后，一一的先证道，真实不虚，所以才有99件的祈福法会都一一圆满，连今年的这一坛22龙抬头、3月3天赐福、4月4金钟响、5月5正气开、6月6应天心，啊，到9月9啊才圆满，而且到10月10双十，天心人心三，众生心，啊，地狱的心，全部贯穿起来，刚好合起来是100。所以今年的法会每个月一次，我们各位同修都是很辛苦，啊，幻贝学院圆宗院长所带领的幻贝法师、诵经师，啊，每天不停的在三宝寺祈福、诵经来回向，名扬两界同关照，名扬两界同度，啊，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的。